战的挖挖酷宝战队将为大家呈现的是怎样的战队大秀呢？我们先来看向大屏幕，请看。这一次的队长大秀是想说把所有的东西结合起来，有 liking、viking、party、编舞的东西，还用了蛙哥从来没有跳过的 house。house， 对不对？ Yeah, 对，而且很嗨，非常嗨。大家对于我来讲，真的是一个宝藏嘛，就每个人都是有一些料可以给你，就是滋润到你的。那这次就想说呢，蛙哥的话，可盐可甜，爆的也有，然后呢，性感的也有，哇哦，哎，那种撩的也有。看，松啪啪，然后再是慢，就反正过程就不管怎么动作，反正就是慢靠近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个比你一下去有效果。啊，其实跟以前还是不一样。我就是为了让我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突破，因为给大家新鲜的东西就好了。对，最后这个秀我们想说是能让大家更愉快的去来把这个旅程作为一个 ending。就因为这个舞就是有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团魂在，因为我们哇哇酷宝每个人都很团结，因为队长他们需要我们，我们所有人就集结过来一起来完成这支很快乐很欢乐的作品。我希望总决赛我们哇哇酷宝能夺得总冠军。对，哇哇酷宝哪都好。